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蔓延，在香港确诊个案突破1000宗，当中超过800人经已出院，还有100多人是留院隔离。非常可怕，可怕在于呢，有些人呢是没有病征啦，可以，但是他都是有传染性在这里。我唯一可以的就是去平常心去面对那个病毒测试。我都会很担心我的肺会不会啲肺片会唔会化，会唔会影响到我唱歌啊？系会惊嘅。咁我已经喺医院第26日啦，个心情都有啲忐忑。系啦，希望可以尽快走人啦。对于确诊者呢段患病嘅经历同感受又系点呢？呢度是大埔拿打素医院，6楼和7楼的内科负压病房有82张隔离病床。由疫情爆发至今，曾经接收过近70名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者，当中包括28岁的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。他说最初病发时候很辛苦，一个人在隔离病房孤军作战，咁时间很漫长。头好痛，系个头痛到差啲想晕低咁滞咯，即系连条颈都好痛啊咁样。咁呼吸都有啲痛啦。入院嘅第3日开始咧，就净肚屙添咯。最难挨就系入院嘅头4日咯。咁咧嗰日嘅半夜咧，喺我嘅隔篱嗰间病房咧，就有一个病人咳得好恐怖啊！嗰啲声系好似咧。整个肺要挤压啲空气出嚟咁样嗰只咳嚟，即系我成咁大个人都系未听过咁惨嘅声音。咁当时嗰刻咧，我系有担心过嘅。原先2月中开始喺欧洲集训同比赛，李振豪估唔到因为疫症提前结束，更冇谂到自己会受感染，可以话系佢人生中嘅一场小战役。是真的打仗咁样啊！个成个感觉系，即系个心灵上嘅一种对抗咯。因为每一日可能即系都系一个咁窄嘅地方啦，咁样咁你好不其然咧，就会有啲负面思想。内科病房嘅蔡医生同陈医生每日都会去睇李振豪嘅病情变化，再定治疗同用药方案。振豪其實就喺3月中入嚟嘅，啊，咁佢都係啱啱喺外地咁翻香港咧，都比較多唔舒服嘅，有發燒啦、頭痛啦，咁亦都有啲呼吸道病徵，亦都有4個吐瀉。咁隨住個用藥，再加埋佢自己相對嘅體格非常之好啦，咁過咗頭一個星期之後咧，慢慢佢嘅病徵咧亦都開始回復過嚟。早晨，今日振豪啲 X 光片嘅情況點樣啊？病毒測試我哋定時都會幫佢做，即係睇佢究竟嗰個樣本幾時會轉為陰性啦。咁另外一啲嘅常規嘅驗血同埋 X 光片嘅復檢咧，亦都係會定時去做嘅。接受咗2星期嘅單人隔離治療，李振豪嘅情況轉趨穩定，醫生將佢轉咗去2人病房。咁呢個就係我張牀啦，咁隔離就係我房友啦。咁一般咧，我哋住嘅一線隔離病房咧，就係有出邊有一道門嘅，咁樣就係攞嚟做一個負壓房嚟嘅。咁樣我哋而家呢道門佢都聲稱係負壓啦，咁但係當然係冇一線嘅隔離病房嘅設施咁好嘅，咁樣咯。呢度咧就係我每日喺醫院望到嘅嘢。我想呼吸一下啲新鮮嘅空氣，因為我已經聞咗冷氣22日啦。呢段隔離治療期間，除咗醫護人員悉心照料外，屋企人嘅支持都好重要。呢日李振豪家姐專登送飯俾佢。佢最中意食啲好傳統中國式嘅食物咯。今日整咗嗰個臘腸蒸排骨啊，係佢要求嘅。
我想他這個月吃的中國餐和住家飯肯定多過他過往的一年，我想他都不會很喜歡吃醫院的食物。而且他初初跟我 說想喝茶餐廳飲品，家姐得不得啊，這樣家姐好好就係咧，佢煮飯俾我之餘咧，仲煮埋俾我房友咁樣。耶！哇，有臘腸蒸排骨咯咁樣，血做湯，仲有我最愛嘅奶茶。之前佢話教我玩 boxing 嘅，打拳嘅，佢未教我，係啦。咁我希望佢出到嚟之後，就我哋可以去玩翻幾次呢、這個。留院期間。如果身体状态好的话，李振豪都会做下运动打发时间。咁咧就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就拉筋。Ready go！ 搬咗去二线隔离病房，李振豪认识咗病友 Kenneth。Yes， 多谢豪 B 啦，我多谢振豪啦，咁我哋两个都一齐应该有差唔多两个礼拜，差唔多。Kenneth 是法国留学生，他在三月中巴黎回香港后家居隔离，期间发觉有病征就送院治疗。他读的金融硕士课程改了网上上课，他在病床上也都用电脑温习。其实入院对我来说影响都挺大的，我今天就是第21日在医院。其实今天原本我是有两个考试要在网上进行的。但是因為一流入咗院啦，我進度即係我已經追唔翻上進度啦。而嚟醫院又冇足夠嘅 infrastructure， 即係冇可能冇 WiFi 啊，或者我上網揾書比較難。由於長時間喺病房隔離，加上每日要等化驗結果，佢哋兩個都難免心情焦慮。在 dress rehearsal 嗰阵时系病紧，希望我出嚟嗰阵时可以唱得仲好啲啦。程翠云同 David 个女黎晴希主修音乐剧，原先喺英国读大学二年级，三月尾由伦敦翻香港后确诊，入咗大埔拿打素医院隔离。作为父母都好担心女女嘅情况。是有擔心的，第一晚是睡不到覺的，就會想得比較差的，甚至想到 會失去了、就是、個女兒樣。不過後來去全力去找資料、啊、去幫助她陪她 去打這場仗、啊、都知道個病很新，這些藥其實就不是去醫這個病的，就是 一種就是醫外滋病，一種就是醫丙型肝炎，另一種就是另一些肝擾素這樣。咁我哋了解完之後，就覺得佢呢個情況會唔會真係需要用藥呢？咁我哋同佢一齊傾嘅，就決定即係、就是、三個人一齊決定啦，唔用藥，用佢自己佢內在嗰個免疫力去打呢只病毒。好翻就好翻，未好翻就依然留喺個醫院度，我都冇咩特別嘢可以做，除咗力增強我嘅免疫力啊，去早啲休息啊，希望早日可以康復出院。最想做啲乜嘢咧？其實就係好 simple 嘅，我就係最想見到我爹哋媽咪啦，好想同翻佢哋一齊住啦，一齊生活啦。呢個係拿打素醫院嘅許願木送俾我啦，佢送咗一啲麵包俾我啦，真係好 sweet 啊 ！Hello， hello， 你食曬許願木整俾你嗰啲麵包未啊？係啊，我準備食。你見唔到我哋啊？我見到啊。啊。我哋見唔到。You can't see me though。幾好啊！今日揾到個方法，佢可以見到我哋，雖然好遠啦，咁但係我覺得都幾開心。距離可以再近咗啲咁樣，希望快啲唔使咁樣啦。係啦，唔使隔空同揮手。医院每日都有大量的检测工作，虽然近期的感染个案经已逐步减少，
亦不能掉以轻心。那日 Kenneth 终于等到他的检测结果。我啱啱嘅检测结果，即系我痰嘅样本其实阴性。咁即係代表我今日晏晝佢會再攞一次痰嘅樣本啦。咁如果都係陰性嘅話，我就可以出院啦。我都好快，我相信。係啊，你好快啊，應該。OK， 我係咯，平常心咯，平常心。係啊。喂，耶！加油石頭！喂，唔好擰翻轉頭啊，望前邊。唔好翻轉頭。喂，真係加油！好 ，OK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嘢。Kenneth 出院後，自己再喺屋企自我隔離多一星期，先第一次出街買嘢。因为之前在隔离病房，很多旧的衣服和鞋都掉了。有没有这件重？感觉都挺复杂，很放开束缚这种感觉，始终困住了在病房那么久。很多平时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东西，例如买球鞋啊，或者甚至在街道行这些东西，在病房完全做不到，因为空间那么小。可以做这件事，我突然间觉得很好，很美好。Kenneth 话：谂翻当时法国嘅疫情大爆发，人心惶惶，好庆幸决定咗翻香港。学校都距离巴黎市中心都几远嘅，巴黎西南边大概一个钟左右，就大概喺呢个位置，咁所以都觉得好安全。但系个疫情就爆发得好犀利，即系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跟住每个礼拜佢可能增长速度，可能每三日就多一倍嘅个案咁样。大学啊，公共设施都要闩门。咁嗰陣嚟三月嘅時候，我哋都開始意識到事態好嚴重，咁就要考慮翻唔翻嚟。萬一我真係重症嘅話，咁我會唔會有得醫啊？等等，咁都有好多呢啲考慮因素。一場疫症突如其來，Kenneth 捱過呢段隔離嘅日子，生活亦逐步回復正常，見翻啲朋友。其實個活動空間你睇到其實都好細。佢都將你個活動範圍就限制喺嗰間房裏面。係啊，其實大家都驚嘅，即係譬如我哋有個 group 係譬如平時一齊出嚟玩，跟住其實好多都話誒唔好啦，過多幾禮拜先啦咁樣。我覺得我哋做好自己各樣防護措施，咁都順大家。我覺得喺呢個疫情下，應該人同人之間都做多啲互信會好啲嘅。Kenneth 話：最近有個案出咗院，但有復陽嘅情況。所以都好理解朋友嘅擔心。我望翻轉頭，我覺得平常心面對都好重要，即係終有一日都會出好遠。咁我覺得呢個心態都好緊要。喂，新嚟見到，新嚟見到。大埔拿打素醫院內科嘅陳醫生一直跟進李振豪嘅治療。佢話李振豪留院經已超過45日，情況穩定，但無法出院住。咁出院嘅標準咧，其實就要連續兩個樣本，痰啦、鼻液啦、大便啦，就全部都要陰性到先可以出院。雖然呢個住隔離病房呢個過程咧，可能對佢哋係好辛苦嘅，但係佢哋都明白呢個係一個必要嘅程序，因為始終我哋都要除咗保護佢哋啦，咁我哋都要保護社區嘅人嘅。我繼續 positive 嘅情況底下，就而家曬唔到太陽，就唯有喺度接近呢一個窗口去享受一下呢一個日光浴先，盡量揾啲嘢去消磨時間咁樣咯。有時就會睇下書啊，由我症狀開始消退開始，我每日做一啲 mindfulness 嘅訓練咁樣，係啦，咁希望自己嘅頭腦清晰啲啦，咁樣嘅。我想跑步，因為太耐冇跑步，今日會喺呢一個三米長嘅長度咧跑5公里左右，咁就俾啲決心自己，咁樣就拍段片咁樣咯。咁我而家撈咗機，咁冇得放棄啊嘛。1000次。
四百，真係有冇機會住你間屋？你真係唔好睇咯。五百十，九百，九百九十九，一千，唔該曬。Yeah， 哇 ，amazing！ 哇，但係咧跑完一千個樓梯咧，佢都係唔肯出房。而家公園咧，涼亭呢啲位佢開嘅，啲座位咪一排三個位噶嘛，咁所以佢就咁樣封咗咯。Ian 係李振豪嘅女朋友，因為李振豪喺法國翻香港後，佢哋見過面，被界定為緊密接觸者，所以曾經喺駿陽村被隔離兩星期。我係一間大房，就同我爸爸媽媽一齊住喺入面，咁冇咁悶先啦，起碼有人可以傾下偈嘅。佢自己當然會內疚啦，因為佢覺得始終可能影響咗我哋嘅工作啊，我哋嘅生活咁樣。但係對於我哋嚟講，其實最緊要係佢可以快啲好翻。而家一有時間 ，Ian 亦會去醫院攞嘢俾李振豪，就有涼茶。跟住佢今日話想食蛋撻，都買咗蛋撻俾佢食。知道佢有啲悶，所以就喺屋企揾咗個扭計式俾佢。而家十五號茶嚟緊，好啊，唔該曬啦，唔該。好開心啊！最緊要係有蛋撻食啊。Thank you。喂，我依家扭俾你睇，真係，我就係覺得好開心啊，因為呢幾日都係零確診咯。即係其實我哋已經係見到曙光喺個疫情底下，急唔嚟嘅，都要同翻教練去討論啦，幾時去恢復我個訓練計劃咁樣啦。第二樣嘢就係都想見下屋企人先，因為我好耐冇見過佢哋啦，同埋剪頭髮。Hey，hello，hello。心急出院嘅仲有留英大學生黎晴希。佢每晚都同父母傾下自己嘅病情進展。還可以啦，因為我終於有 double negative 啦。可以。Thanks。Thanks。咁幾時都可以出院啦？最快聽日。可以一齊見到面，翻到屋企就已經係最好噶啦。第二日，黎晴希嘅父母就趕去大埔，準備接個女出院。點知接到壞消息，話暫時未出得。好煩。唔煩乜嘢啊？我都係想翻屋企啫。嗯。我有啲敏感啊，好想快啲。因為琴日抽咗血啦，跟住我個白血球指數高咗少少，咁佢就想即係check 清楚。但醫院都是想即係 play safe。梗係知佢想 play safe 啦，咁我都係有 feeling， 我都係想出院。Yeah， 好似過山車咁啊！即係每一次三日做咗一次嘅測試，跟住有希望，跟住又失望。咁做到第九次啦，咁終於啊～連續等到兩個報告是陰性的，但係點知今日臨出院之前又話成式嘢重新再做過，咁今日就出唔到啦咁。咁其實好認真咁講，係真係會有啲孤單嘅。咁始終真係隔離病房啦，見到對面房啊或者對面樓啲人一個一個咁樣出院，其實都會俾到我一啲希望嘅，因為啊見到佢哋出院啦，可能下一個就到我啦。但其實同時間都會有一個諗法，就係啊，點解未到我出院㗎咁樣？啊，幾時先到我啊？我會唔會好翻㗎？黎晴希喺醫院繼續隔離，佢嘅爸爸媽媽亦只有等待。終於等到上星期四，醫院話可以出得院。接阿黎晴希出院㗎？啊，係啊，你得頂住啊，得成個月啫，慘。
終於見到你哋啦，四個禮拜啦已經。因為頭先佢又同我剪個帶嗰陣時候就，哇！真係好似解放咁嘅，好想飲珍珠奶茶。我覺得不可以 take things for granted， 因為可能我們覺得哦，身體健康是一個很正常的事，入院之後發現其實健康的身體真的不是必然啦。爹哋媽咪因為這件事我不可以見他們啦，這樣所以其實真的一個簡簡單單 的 life 是真的已經足夠了，所以是的 a normal life is a true blessing。